你会游泳吗？嗯，不会。狗都会游泳，你连狗都不如。那你会吗？我当然会了。哦，原来你跟狗一样。爆笑对话：男人不会游泳，被女人嘲笑不如狗。你来面试什么岗位？销售。说说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很诚实。我并不觉得这是个缺点。真的吗，死胖子？对。哎呦我的妈！亲爱的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了。那来吧。你想要男孩还是想要女孩？嗯，都行，只要是我的就行。那就要女孩吧。你会给她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吗？那当然了。那你会给她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吗？那必须的呀。爸爸，爸爸，别滚，滚多了，滚，滚。下一段。那你拿啥呀？你爷眼镜。我爷的。嗯。爸，你看我戴像谁？像谁呀？像你爹不？我。哎，这老娘们儿，打听个路啊。医院咋走啊？医院？啊，你看，你就从这儿一直走，就到了。啊，那路上都是车，一直走，那不撞车上了吗？那不刚好吗？撞车上，你不就知道医院在哪儿了？你说不定你再使点劲儿，你连火葬场你都能知道在哪儿。看老娘们现在会不会说话，这么大个人。你咋说话呢？哎呦，咋？你是想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来，看见我身后这几个几间大瓦房没？看见没？咋的？看到我这手上戴着这大金镯子没？看到没？咋地？看着我背着这名牌包包，看见没？咋地嘛？哼，都是我讹来的。来，打我呀！来来来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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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往上打！打打打打打打！来来来。下一段，睡前小故事。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说从前呢，有一个卖核弹的小女孩，一晚上一个核弹都没卖出去。啊，她特别冷，扑通一下子。他引爆了一个核弹，当时全村的人呐、啊、都看着了他奶奶。我今天让你看见你奶奶。哎，我错了。啥玩意儿啊？啊，多少童话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好，老板，吃点什么？我点菜，你要是能听懂的话，我就在这吃。行，您说。给我来一份，乱棍打死猪八戒。啊。蒜苗回锅肉。爱情悄悄话。猪嘴拌猪耳朵。火山飘雪，糖拌西红柿，蚂蚁上树，芝麻炒粉条，青龙过江，大葱蘸大酱，母女重逢，黄豆炒豆芽，粉身碎骨小青龙，拍黄瓜，乌云遮日，紫菜蛋花汤，最后再点两道菜啊，听好了啊，行，女人四十，黄花菜，男人四十。啊！花心大萝卜，花心大萝卜。下一段，我想跟你处对象，然后每天一起起床。我每天五点起床。啊，那处不了。帮我加点油呗，有点事儿。哦，好，加几号呢？怎么现在加油还得报家庭住址啊？太扯了，我家住几号？你不知道啊？不是，我是问你加什么油。加汽油呗，你不废话吗？那加柴油这车还能开吗？加几号汽油啊？哦，你加今天的最新鲜那个，那过期的谁要啊？我问你九二还是九五？我给你一百，咱不差那三块五块的，你别去丢人哈。我麻烦死了，你自己加吧，我回家睡觉去。哎，你干啥呀？你给我加油啊你。加油！哎呦我的妈！啥意思？啥也不是。嘿，你家有车吗？有啊，奔驰大 G。那你家有房吗？两套别墅，四套大平房。哦，那你家有多少存款？我听我爸说800多万吧。你呢？你家有什么车啊？啊，劳斯莱斯。那房呢？我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十几栋吧。那存款呢？我上次听我爸说大概2000多万。那你有什么爱好啊？哦，我的爱好是吹牛。你呢？做梦。同道中人、啊、幸会幸会。那既然我们这么聊得来，我们去吃个饭吧。
好呀，那去我的私人别墅吃吧，我请了米其林厨师。行，坐我的私人飞机去吧。可以可以啊，走。哎，你家有停机坪吗？当然有呀，宇宙飞船都能停得下，走吧。哎呦我的妈。你暂停三次的字是什么？代表了你现在的真实状态。抢劫！今天就算你把我糟蹋了，我也不会屈服的。我跟你说，你有病吧？长什么样心里没数吗？长这么丑还挺凶，我劫财我不劫色。哎，你不劫色啊你？不劫色。你不劫色，你劫啥财啊你？哎呦我的妈！结婚第一年，今晚给大爷伺候好了，明天给你买个包。结婚第二年，今天晚上给你伺候好了，明天那个包能不买了吗？不能。结婚第三年，要不今晚还是算了吧，明天我给你买个包。不要过来。下一段，你点什么火啊？安全带都没有系。你吼个锤子吼啊！你吼个榔头吼啊！你不得了了，把老娘心脏病都吓出来了。有本事你来开，你来开噻！啊，你一天不打皮痒是吧？啊！你喝个锤子酒，喝喝喝啊！来来来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老娘跟你讲，以后喝酒不要让老娘给你开车。老板，我明天要请假。请什么假？我明天去相亲。相什么亲？跟我吃火锅算了，不要请假。那我明天请病假，我明天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看到你就不舒服。那行，那我明天休息，你继续上班。哎呦我的妈！别人都有老婆，凭什么你没有？因为我是凭实力单身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老婆。我不要，别人不要的，我也不要。下一段，干嘛去了？你干嘛去了？我这不接你们去了吗？我们在学校门口等你两小时了，保安都下班了。我还不是一样等你们两个多小时？那你在哪个学校等的呀？哪个学校？不就那星星幼儿园吗？我的妈呀！我到底多少时光换来你这个老公啊？咱俩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，你还去幼儿园？什么时候上的小学？上几年级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滚一边去，啥也不是。你嫁给我吗？我不能嫁给你。好吧，你不能嫁给我，那我求你一件力所能及的事。行，你说吧。给我生个儿子，给我留条后路，给我留条后路。干啥呢？坐着呢。走，跟我进屋。干啥呀？还看电视啊？我不看。看什么电视？看电视，我要跟你拍电视。走。这大热天的，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？你要是跟我进屋，我这一月零花钱多给你20。哎呀妈呀，你可真是看得起我呀。去不去？走。哎呦我的妈！快快快！Nice。 哦，我感冒了，你给我买一个包呗。感冒了买包有啥用啊？那人家都说嘛，包治百病。我给买块板砖吧。为啥呀？你没听说过吗？砖治疑难杂症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给你机会，赶紧去我了。今天我走出这个门，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让你换个老婆。哎，我行不行啊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。好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免得你到时候说我太绝情。来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告诉我这个手机是什么牌子，答对了我就不走。华为，华为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有点东西的啊。下一段，帅哥，能不能麻烦你往旁边坐坐，我把车停进来。哎，这块不能停，你上别的地儿停去吧。怎么不能停呢？这不公共停车位吗？这我家门口只能停我家的车，快走吧你。不是帅哥，我真是有事着急，要是旁边有停车位我也不麻烦你了。你看你就让让呗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你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，不然快走，别废话了。不是你这小东西，你还挺不讲理的呢啊！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一开口就是不说人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成了精做了怪。
你骂谁呢？谁大茬就说谁呗。你别阴阳怪气的啊！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，你说啥都不好使。你坐这儿，这就是你的地盘。那你要是愿意躺这儿，以后等你死了，还得把水泥挖开，把你埋这儿呗。还你的地盘听你的，瞧把你能的啊！是你大爷在环卫啊，还是你老叔在部队呀、啊？你在这人肉战车位啊？你家趁古董啊，还是家里有兵马俑啊？跟你说点人话，你都听不懂啊？我听懂了呀，但是我就是不走，你能把我咋地？再叨叨，我找人收拾你。真的是母牛不下崽，把你牛坏了，你还找人收拾我？你今天就是不走了是吧？行，那我今天就直接把车扔这儿。你有多大本事呢？你就使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车要是今天破一点皮儿，我就讹你。长得跟油条似的，看着挺硬朗的，脑子里不是泡就是地沟油。我告诉你啊，人肉车位最缺德，死皮赖脸不听说，把车扔这儿我就走。今天把你冻成狗。下一段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以前亲女孩子想怎么亲就怎么亲，现在亲女孩子，你都下不去嘴。那一嘴的口红，亲的时候像在舔油漆；那一脸的粉底，亲的时候像在舔墙皮。你还不能用力，用力都能给亲歪了。如果化妆品质量再差点，你都容易中毒，吐沫沫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给点钱。没有。给点啊。行，那我考一下你的智商啊。放马过来。你大声说三遍月亮月亮月亮。月亮月亮月亮。大声说三遍月饼月饼月饼。月饼月饼月饼。后羿射的是什么？月亮。后羿射的是太阳啊。猪的孩子叫什么？小猪。那狗的孩子叫什么？小狗。猫的孩子叫什么？小猫。青蛙的孩子呢？小青蛙。不应该是蝌蚪吗？再来。你擦屁股的时候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？右手啊。你为什么不用纸呢？你别笑。再来。有没有比十更大的数字？有。有没有比一万更大的数字？有没有比一亿更大的数字？有没有比你更蠢的人？有。没有。